抢救生命是医护人员的神圣使命。当医护人员跟时间赛跑抢救病患生命时，受过专业训练的医院志工更需要临危不乱，随时补位。生命在他们团队抢救回来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因缘，我们不能不珍惜敬仰心。他就抓住我的手跟我说，你可不可以救我，你救我。觉醒年代，忏悔时刻，需要大家一起来